的。接下来呢，还有一组表演。那最后一组就很厉害了，光明和吴嘉丽。有请二位。明明。嗯。这个景星多美呀、啊！哎，月亮多迷人呐、啊！真叫人陶醉了啊！对对，这乌漆麻黑的哪有月亮啊？有，在哪儿呢？哎呦，回头看，看我眼睛，有没有？啊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，啊，你打双眼皮了。哈、啊、哎，那个别人都打上眼皮，你咋打下眼皮呢？我没有上眼皮。哎呀，你这嘎的太不成功了，赶紧找他退钱没呢。哦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、啊、明白了。哎呀，你这两天太辛苦了，那你下来了。不过你别着急，那个我有话事。那个听咱说呀，往脸上往眼睛上抹清凉油，抹上就好，我给你买去啊。不要啊、哦、不要不要，你给我再看清楚。这是干啥呀、哎、这看懂了什么意思？哎，这啥意思？妈呀妈呀妈呀！哎呦，对不起，来嘛！你是干啥呀？好好的，你这……啊，明白了明白了，眼睛迷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搁家呀，幸亏我妈翻眼皮了，我给你搬来了，我给你搬。咋的了这是？你看，这没人的地，那么黑的天，有我这个那么美艳的女人，你反应是什么呢？这么黑的天，这么背人的地儿，还有一个美艳女子，我想起一部。名作啥？叮叮叮！你过来，过来，我呀，来，你别吓我行不行？不要吓，来，我问你，你是干哪一个啥的？你做什么的？我做什么？我是唱二人转的呗，我做啥的？对对，二人转不是有个摊妹吗？你知不知道？摊妹当然知道了，二人转的小猫摊妹吗？那最后两句是怎么唱的？最后两句，黄灯是假意呀，妹儿啊，连你是真情啊，啊，这么回事儿啊？你就直说呗，你快电我电我电我会勇敢一些，快快快快。亲爱的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来什么？怎么的？我真是眼瞎了，眼睛迷了。你等我给你买清凉油去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叫什么的风景？看一下。不解风情，谢谢二位的表演。谢我们的明星转星的配合非常的默契，不仅是演绎了各种各样的风情，而且把二人转小帽融合到里面去了啊。